奇幻漂流记》不对，《少年呼唤之奇幻漂流记》不对，不对。他破案之后把这个东西塞我嘴，这不塞我的手？你不能这么冤枉人啊！说他很快，我已 stand by， 还有两人没上车，我俩在车外，就算我们再着急也不能超载，对今天的比赛绝对不能败，王牌战队人都在，让他们输个痛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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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完了，几个字啊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这不好演呀、啊，这确实不好演，确实不好演。没有，校园霸凌，家暴，这咋看出家暴的呢？碰瓷儿，狗仗人势，欺人太甚，胆小怕事，贪生怕死，正确。这咋看出来的？这瞎说的呀，蒙上了。瞎说的，你这样没押题，小童。我真没有，我站着。啊，狮子王，侏罗纪公园，河东狮吼，武松打虎，一条狗的使命，少年派，不准确，八个字，少年派的奇妙漂流记，不对，奇幻漂流记，不对，少年派之奇幻漂流记，不对，少年呼唤之奇幻漂流记，不对，不对，少年派之奇幻漂流记，漂流记，不对，少年派之奇幻漂流记，不对，少年派的奇妙漂流，对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，正确。让你捡漏了，这大漏子捡的。小头刚才那倒腾的呀，少年换就出来了。少年换的奇派漂流，奇派。换。哎呦，飞驰人生啊。刚要起来，开始演了吗？演了，演了。那个表情就是，嗨，肯定得到这一题的表情。这叫押题，就会押题。哇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，我感觉我扛不动你。这个，这，我的机器人女友。五个字，五个字。猪八戒背媳妇儿。五个字儿。你是僵硬的是吗？大白，大白是吗？超能陆战队。小童正确。哇。妹妹。哥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捡漏。你前面，你当前面那个。我在啊。西游记吗？三傻大闹什么？不是，那个绿皮车。绿皮书。绿皮书。绿皮车。他说错了，说绿皮车。绿皮车。绿皮车跟绿皮书绝对两个东西。绿皮火车。小童开车用谁的语音导航？用腾哥的。我那天我可抽查你，小童。结果发现用的是别人。小童学一个腾哥的语音导航，你不老听吗？你的电子哈基米前来报道，快带人家出发了啦！不行，缺少点你腾哥那个精髓渐渐的味道。精髓渐渐的味道。遇见新能源车主，遇见新能源车主。小童，那么就是跟你来电，来的还是交流电，超速警告哦。驾照上的分多了是吧？你给我交下来！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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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的好！
对着的好。哎，小童模仿能力是强啊。他最牛的还是小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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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呢，无法超越。请问腾哥最希望自己孩子以后从事的职业是什么？来，一二三，列啊！运动员。自由人，这不是个职业。对啊，那不是职业。哎，别闹，彪，自由人怎么不算职业？现在当下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，这自由职业算职业？算职业。自由人算自由人？没事儿，你看他离谁近嘛？对嘛，腾哥。科学家，哎、科学家。腾哥，我说过科学家可以回放，科学家。但没写下来没用。运动员也是科学家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研究研究人体的极限。自由人的下一步就是成为科学家。那不行，那不是，那不是。自由人可以，你这个自由人有点远了。这个年龄喜欢科学，下个年龄喜欢钢琴。哦，鹏，咱们拍戏你是知道的吧？好多这个摄影机啊、三脚架，包括炮啊什么的，都是摄影师发明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运动员的事儿。同理啊，很多就是包括运动方面的科学问题，包括人体的机能的一些问题，都是很多运动员发现的。他就相当于一个科学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腾哥，其实。要一个人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，他前提是要做大量的准备的。一个科学家他是经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一直在做研究，他可能这辈子都会在做一个研究，但前提之下他的灵魂要足够的自由，他才有勇气去选择这件事情。没错，这个答案对于我们坐在这儿对腾哥相对的了解性超越了胜负心了。我们作为腾哥儿子的大的叔叔，替他着想，这个选择权应该给他自己，所以才写了一个自由人。哦，你凭什么按照你的人生理念去替你孩子做决定？没错，所以这是更对他作为朋友的孩子的一种尊重，写的自由人。我明白了，把水都给我吧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可以泼我们，腾哥，只要你孩子做自由人，可以泼我们。没事，只要让孩子自由，我们认泼。来，再给加点水，给我们这边加满，为了腾哥孩子的自由。那你就满足他们吧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是都泼吗？你们四位的水都去哪儿？都泼迪哥脸上了？在衣服里边。在衣服里面，在衣服上，然后沙哥意图泼腾哥，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全在我身上。小童，你泼了吗？脸上也有，小童。脸上有点。小宋泼哪儿了？衣服里。衣服里，好冰。这哥得查查了。这就不用查了。我看看有没有。有有啥有这孩子全是这瞎白话，这不全在这儿的吗？那是小童姐的啥呀？我都在脸上了，你看你那脸上是他崩的。你最想和现场各位当中的哪一位灵魂互换？换个女的。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你换小童。我排除法肯定沙哥不可能吧？对啊，因为我俩太多相似的地方，换了也白换。换小宋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我第一感觉像小宋。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应该是小童。我第一感觉，女生的直觉。你最想和现场各位当中的哪一位灵魂互换？哦，哎，这是个好问题啊！怎么不问我们愿不愿意呢？灵魂互换。他一认真想，我们就更难了。对，换个女的。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你。换小童。我排除法肯定沙哥不可能吧？对啊，因为我俩太多相似的地方。换了也白换。
换小宋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我第一感觉像小宋。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应该是小童。我第一感觉，女生的直觉。我们要想一下是小宋还是小童。我觉得他会挑个年轻的，比如说小宋、程程、小宋。不会的，哥，因为歌曲肯定觉得年轻人过得特累。我觉得是斌哥。好，他咋会愿意跟我换呢？因为俩人互相欣赏，而且他也喜欢吃他做的饭。我觉得是女的，关晓彤。我也想说，就是会不会是女孩？为什么？因为腾哥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，经历一下女孩的人生啊，一辈子对吧？你两种性别多厉害啊。那就小彤呗，小彤吧。来，两队亮答案，关晓彤。关晓彤，这个想到一起去了，就是男换女，然后再加上晓彤，无论是从外貌、身材、内心，都很完美。还想过糖糖，糖糖差哪儿了？糖糖唯一就是脚不完美，这两脚行动不太完美。我们刚开始觉得有可能是小宋，小宋确实小宋，这个你看看，这个。腾哥也对这个，我们当时想可能差哪了？腾哥，你看看。所以啊，他不换小宋了。你不喊小宋之前，你喊腾哥没这个。如果我们都押对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破腾哥？对，我先说一点啊，手里的这碗水，要么喷自己身上，要么到队友身上，总之不能往后倒，不能别浪费。那就豁定了。这么听起来是破定了，腾哥，请亮答案。三、二、一，一，回来，关晓彤。晓彤，咱俩不是互换了吗？得让腾哥说说为什么是关。都破成这样了，你还想知道为什么？首先从这个好奇心的角度上转世的话，我肯定到一个女性身上嘛。二一个，我也想知道知道怎么就那么好喝呢。三一个就是从这个网络上一顿攻击他，到后来的这个自我不断完善强大，怎么做到的呢？升华了，哥，煽情了，我们话叫拔高。杨迪，啥呀？干啥呢，小童？他们帮我看衣服呢。看衣服呀？这衣服，哎呀，这个衣服。小童在祈祷。从祈祷变成了乞讨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呦哎呦，僵持了，僵持了，僵持了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啊！站起来，杨迪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站起来拼了、啊、加油杨迪，杨迪加油，杨迪杨迪身体往后仰。
给他们耗住，耗住他们力气，完了我一发，一二，就是这样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就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好厉害啊，两个后排真厉害啊。长城你也上。你这么牛了已经。好刺激啊，好刺激。激动了。现在场上是五打五啊。现在是五打五，五打五，我们现在不丢人了哈。之前个人战比分4-1，这一把赢的拿4分，终极对决，来3，加油加油。2，慢慢的，不急的使猛劲啊，慢慢往后让。1，开始。一号位人多，就那四个装作看不见我们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弟弟。谢谢。其他人知道答案吗？我们能答，我们能答，我们能答，我们能答。啊，有这样的吗？他们可以这样，到那儿临着打。那我们答他干啥？答他干啥？你们临是人家那边的权利，人家选。傻哥，不是一辆车就不是一队了。不是你这玩意儿，我没得选呢，我没得选。我给一个机会，程程，你们使用的这个君乐宝的特权依然有效。嗯。如果他们答错，直接临。嗯。如果他们答对，另外两组陪着临。啊？这你为什么呢？你太坏了！我们招谁惹谁了？就是啊。你这是一个拉垫背的一个选择，是吧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不是这，我们怎么想都不公平。他们赢了，我们在这儿为他们高兴。水是财，遇水则发，一起发发财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为咱们《飞驰人生二》跳槽。谢谢，我陪你。谢谢师哥，可以可以。来吧，刺激来了。来，请接下一句。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自信度有多少？600%。请放歌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对，回答正确。我就这样背着，我这样靠着龟仙人。放下，看看他一会儿对我们的态度，没事就往那边去。哇哇！夏彤，啥？咋了？真坏呀，小萌姐。刚是谁？是泼了腾哥一下是吧？小萌姐泼的。他泼的。你拿着瓢，你说我泼的？他拿胡萝卜泼的。他泼完之后把这个东西塞我嘴，这不塞我手？你不能这么冤枉人啊！塞我手里了，他疯了，他发这个电工，他疯了。看，真的，这不是我。哦，你泼完塞我手里。好啊，小宋。哎呀，咱19啊，以后的路坎坷着呢。你泼了吗？你没泼吧？对啊，我还没来得及。我的爱人朋友，别抢了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抢，那你抢，你抢我，你。我不停的问，我不停的想，我不停的想。二号车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等年以后我还想看一看我。Nice， 一号车。多年以后还想看一看我。哒哒哒哒，不停的想。大哥，大哥。耳机放音乐那种耳机，你不是唱过吗，哥？还是原唱呢，你还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多年以后，我还想看一看我，看一看我啥呀？多年多年，看一看我的好大哥。好大哥，行行，好好好，看看我的好大哥。不太像。我的家乡并不美。什么玩意儿？来，确定的答案是好大哥吧？这好大哥，哎，好大哥，还想看一看我的好大哥。来，请听答案。多年以后，我还想看一看我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离家出走，离得太远了，离家出走的步伐，抢啥呀？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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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这么玩是吧？哎，小童，我教他呢。但是也烧上我了。教来教去，能不能别教我呀？他们老是烧上我。哎呀，只能进水了，马上来。行啊，给我找了个锥桶。这啥呀，哥？自己带点道具，自己带点。
想要腾哥遇水则发。哎呀，票房大卖，我都敷弄了我。集合。哎，一号车，一号车，漂亮。哪句？我刚才没听歌。没听歌，琢磨怎么报复他俩了。就我会吧，这歌就我知道这词吧，我不说，我们认罚，要的就是全军覆没。来，腾哥，我们团结这一次好不好？腾哥，放弃，放弃，只有我会，我放弃。那你一会儿回来，证明你是会的。我不会了又能怎么样？你给我下刀子吗？主动放弃就是拼了，是吧？行，好。小童，你那个扔它干啥？把这边的扔了就好了。这个捡什么玩意儿？捡不回来了。冲动，来，主动放弃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惩罚。太贼了，太贼了！我这个身体已经吸收不了更多的水分了，过饱和了。假模假式的，还是给他们来一。你那个都冒出来了，都露出来了。能不能稍微量一量长短儿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你吃一轱辘，吃一轱辘，你这都冒出来了，这。不行，哥，给我这根更长。不是，这里面有土壤是咋的？这长这么快呢？这。哎呀！怎么还有存货呀？腾哥，请悄悄告诉王牌队，金牌在哪个箱子里？金牌在牌的箱子里。牌。接下来，王牌队，你们是选择王还是选择牌？我们现在就是决定要拿有的还是没有的。我想拿，我很想拿没有的。我也是，拿没有的话。但是他们对哈，我感觉他们转不过弯。啊？不是，我们应该直接拿正确的那个。我觉得他们会不选择不换，是不是？嗯嗯，那就这么定。我问小童吧，小童，问小童。对了，小童。小童，哎，说哥，我听着呢。顶住压力啊，小童，王跟牌哪个字更好看？我说实话，我还都不知道你们在选什么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小童在问我这趴在干嘛。小童，你回答我叫王跟牌哪个字你觉得更好看？他觉得他今天的妆最好看。迪哥，我没有再问你。小童，王跟牌哪个字更好看？小童，该戴眼镜了。小童，王好看吗？王好看吗？他刚才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就是他现在没弄明白，是咋回事？你可以换一个人。没有，他在躲，他知道。